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各位观众朋友兄弟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真欢迎你拨时间来收看空中主持的节目，由我罗俊义牧师为大家来讲《使徒行传》这本历史的经典。咱今天所要讲的范围是伫《使徒行传》第21章27节到40节。咱正话讲第1节到26节的所在，咱有讲到保罗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的教会。雅各有甲伊建议，迄、那个雅各我有甲咱讲过，迄是耶稣的兄弟，伊建议保罗照犹太人传统的礼数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办理献祭的代志。伊特别提醒保罗，伊讲有真济信徒，已经几若万的信徒，拢是犹太人来信耶稣的。但是因为保罗伫外邦的所在传福音的中间，伊拢讲无一定爱惊家己，伊甚至讲有惊家己无惊家己，毋是第一要紧。所以地教这种的传言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有一挂保守派犹太人挡袂掉，因感觉保罗已经真严重违反着摩西的律法甲诫命，所以一直想空想方要来害保罗，或者是掠保罗。来抓起来照犹太人的律法来给他办理，那这是保罗不知道的事情。可是他倒回来到耶路撒冷教会时，雅各给他提醒，给他注意这个事情，为着要减少犹太人对保罗的怀疑，雅各建议保罗去圣殿去那办理献祭，再来行清洁礼，有一礼拜的时间。安尼是目的，其实是要让遐犹太人感觉保罗嘛是照起工在遵守犹太人的律法的代志。那保罗真正在照安尼去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来行清洁礼的代志。安尼咱会当注意一项代志，犹太人有两件事看作是非常要紧。头一件，摩西的律法。那种的重要性是不能疏忽的，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摩西律法的重要性。若有人藐视摩西律法，这种的人是不可原谅。咱若注意在看耶稣的事件，去读福音书，特别咱去读到马可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咱就会发现一项：马可第三章第六节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记载，耶稣在会堂的中间医好一个手高达的人，因为医好这个手高达的人，地教法利赛人作受气，讲离开会堂了，因就想办法。要将耶稣打太好死，耶稣在会堂医好一个手高大的人，是怎会引起法利赛人要想办法将耶稣给太好死？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那日都都是安息日的时阵。对犹太人来看，安息日是摩西律法一个真要紧的规定，耶稣无遵守安息日的律法，犹太人就感觉耶稣已经是在藐视摩西律法的尊严，这种的不能原谅。但第二项就是，咱可以看出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人物。保罗是怎样，就要去耶路撒冷圣殿来行一些规矩的礼数，就是要让在耶路撒冷圣殿出入的犹太人，
发现保罗犹原在照摩西律法，照起工去办理一寡祭事的代志，毋茫通过这种的方式，会当减轻因对保罗迄种的敌视，或者是无欢喜的态度。这是雅各的一个建议。第二项，犹太人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圣殿的神圣无用阮给拍歹去。犹太人看圣殿是非常要紧的一个所在。圣殿内面有祭圣所，祭圣所有放什么？约柜，约柜的内面有放两项物件，一人讲是摩西对上帝遐领受着诫命迄个石板，佮一人是玛纳。因伫摩西食40年的玛纳，用一个罐仔袋起来，放伫迄个约柜的内面。约柜另外一方面伫表明甚物？表明两项意义是约，另外一方面是伫表明上帝的存在。所以因通伫耶路撒冷圣殿至圣所，每一遍有迄个轮值的大祭司入去，伫遐甲上帝伫对话。啊，这是咱会当看见，因感觉圣殿，这是因伫面对上帝、甲上帝讲话一个上神圣的所在。所以犹太人一直认为，拼性命嘛爱依靠圣殿的神圣，无用阮圣殿有任何人去改污蔑，或者是讲侮辱的。为着要依靠圣殿的神圣，犹太人伫圣殿的正门，就是所谓东门的所在，迄个入口的涂骹有放一块火灯哦，火灯就是讲有一块石板，人得爱带下过迄个火灯的所在。伫迄个火灯的所在，底下有啥物呢？底下有写三百字。啊，这三拜字其实是同一款的字，唔过三拜无同款的文字来写。头一种是用希伯来文写，第二种用希腊文写，第三种是用拉丁文写。写什么？干那写一句话，伊讲任何外邦人，若无经过许可，来下过这块火灯进入圣殿。去用拍死去，家己负责。啊，这是因伫耶路撒冷圣殿迄、那个正门的所在，有一台一块火灯，顶面写这种的话，伫迄个所在。介主要是伫警告外邦人，或者是讲外国人，你袂使随便入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遐是甚物所在？遐是犹太人看作上神圣的所在。因为上神圣的所在，因阁自己认为因是圣洁的百姓，外国人是无清气的人。啊，但这两项代志，因看作是非常重要，甚至有一挂保守派犹太人，就是拼性命嘛，要依靠这两个。基本信仰的念头，或者是讲信仰的认物，摩西律法的尊严，圣殿的神圣。咱过来了解保罗，保罗是一个法利赛派的人，伊嘛是一个经学教师，伊过去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伫耶路撒冷圣殿伫教示伊的同胞犹太人认物摩西律法。所以保罗绝对足清楚犹太人对圣殿神圣的了解，对摩西律法尊严的依靠，这种的态度，保罗绝对是真清楚。但是保罗伫外邦传福音的中间，伊定讲讲外邦人不一定爱行家的，搁一项。耶路撒冷使徒会议嘛有同意保罗，因伫外邦的所在，毋免要求外邦人信耶稣，得经过行格列。可是
在犹太人的中间，有人为着安尼就挡袂掉，所以常常有人去到伫保罗开拓的教会，伫遐渗入去伫教会内面来破坏保罗伫传福音的工作。迄、那个破坏的一个上主要的方法，就是当保罗若无伫迄个所在，遮个犹太人就甲遐个外邦人讲。恁敢若信耶稣无效啦，就爱阁行格礼才有效，因为无行格礼就是垃圾的人，无清气的人。若是无清气的人，信耶稣嘛是无清气。保罗捌为着即个代志大大受气，所以咱若注意伫看加勒太批信第一章一个开始，保罗就用真严苛的话伫讲，是安怎？我一个离开，恁就去听到这种毋是福音的信息。所谓毋是福音，就是无将耶稣基督该看作是第一要紧。这个就是保罗伫讲的毋是福音。所以保罗伫骂加勒太教会，爱加勒太教会将耶稣基督看作是第一要紧，所以当保罗倒转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伫遐办理祭司的时阵，突然间有人大声话：“讲来哦，来哦，将保罗给抓开！是安怎爱将保罗给抓开？讲保罗抓带一个希腊人，伊带这个希腊人名叫做德罗菲摩。”入去伫圣殿，讲伫遐来污秽、垃圾圣殿的神圣。保罗带一个希腊人，后来咱知影《使徒行传》的记者甲咱讲，这个路加甲咱讲，这个人其实是对以弗所来的人。他是毋是伊有甲保罗入去伫圣殿，咱毋知。不过咱会当通知保罗。伊真清楚犹太人对圣殿的禁忌，哦，迄、那个为着伊和神圣这种的禁忌，所以伊无应该会随便去处理这件代志，或者讲无经过同意就带这个以弗所的信徒得罗菲摩进入伊伫圣殿的所在，但是这个人无管。因看到保罗伫圣殿的内面，经过七日最后一日，伊要离开圣殿的时，就大声喊话讲：“来啊，以色列人啊，咱得来将这个人给抓开，因为伊唔但是藐视摩西的律法，伊今仔日搁伫遮带外国人来进入圣殿，拉三误为圣殿的神圣。”啊，这是当时遐要掠犹太人，要掠保罗的犹太人大声发出来话，地教众人一个听到就拢总话去，将保罗给掠起来。咱其实会当通知影，因这是一个真有问题的所在。咱也倒转去伫读福音书，会读到约翰第八章第一十九。第十一节有记载一件故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时，有一挂犹太人在宗教领袖抓一个妇人人来找耶稣。伊甲耶稣讲什么？讲这个妇人人是拄当在犯奸淫的时阵，互阮抓到。那是根据摩西律法，这个妇人人得安怎？用石头给钉好一死。咱知这个故事真出名，咱捌听过，咱嘛捌听到真侪人在讲这个故事。咱会看到故事是安尼写的，当遐人在问耶稣的时，耶稣连讲出嘴都无，伊拢点点无爱应话，伊伫涂骹伫写字。伊是安怎伫涂骹写字？咱毋知，不过伊拢无爱应答因的问题。遐人一直答辩，讲啊，你在讲话，你在讲话，到底阮会使摕石头钉死这个人无？到落尾，耶稣有应一句话：
伊讲恁中间若是无济人，会当大声揢石头将即个附近人牵落死。这嘛是摩西律法的一个规定。你若是做证人的人，你爱大声揢石头来牵，表示你为着你所做的见证负责任。但是圣经约翰福音说，拄则甲咱讲，讲无有一个人揢石头解定，是年岁上大的一个离开去。这个故事是安怎呢写？因为迄个中间有一个问题发生。那是根据摩西律法，犯奸淫无可能是干一个查某人才有法度犯奸淫，一定爱有一个查甫人。啊，那是无有一个查甫人伫边啊，你要安怎讲是犯奸淫？佮再一人，迄、那个故事特别的强调，讲是这个负责人拄当伫犯奸淫的时。就是讲，伊拄拄甲迄个查甫人做伙的时阵，去互掠着。哎呀，奇怪！啊，谁人敢掠负责人，无掠查甫人？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耶稣知影伫这个问题后壁面有稳重，迄种无诚实，迄种的无实在。啊，当耶稣就甲这个人讲：，恁若是要讲这个人有罪，安尼在先问。恁有做公平的代志啊无？恁若是无做公平的代志，你家己无诚实，然后讲别人犯罪，这个是讲袂过去。所以地教遐个人知影，因所做的代志已经去用发现有白贼，因为遐孙吹是一个计谋，所以因就离开迄个所在。当然，从这个例起来看，伫圣殿的内面。伊那是讲保罗带外邦人入去污秽拉萨圣殿，安尼到底是带什么人入去？应该迄个人爱神刷列。我头先有讲过，伫迄个火顶的所在有写一句话：任何外国人无经过许可，家己入去这个圣殿，恐怕死去，家己负责。因奈无将这个。希腊人抓起来随时给他打死呢，因怎样是只抓保罗那点，这个本身真有问题。所以因抓到保罗的时阵，因就伫大声喊话，讲要将保罗给抓开，要给他打死。啊，当咱看这个大声的话的人讲什么？讲来啊，咱这以色列同胞，咱得来带抓起来，因为伊。拉萨误会咱的圣殿，我头先有讲过，保罗必然知影这种的严肃性，所以伊未故意调工去惹这种的代志。何况伊为着要互因减轻对伊的敌意，佮调工去照摩西律法办理一挂犹太人所得爱行的清气勒索。安尼，咱会当了解伫这个后壁面有迄、那个。无诚实，有迄个计谋刁工要掠保罗的所在。搁另外一个方面，咱若看保罗写批互腓立比的教会，伊就伫遐有伫解说伊本身的家世背景的时，伊有讲啥？伊讲我是一个以色列人。啊，咱若看这群众，这带头要掠保罗的人嘛，有安尼伫喊话啥物？来啊，以色列人啊！是安怎叫以色列人？因若在讲以色列人，这个名词，咱就要真紧倒转去到伫古约创世纪的所在。伫古约创世纪有写，这个以色列这个名是对倒位来呢？就是对雅各来。雅各对伊的丈人列班的家倒转来要找伊的兄哥的时，伫半路的中间。要过一个河，叫做要过一个河的时，伊去拄到什么？拄到上帝的使者，两个人伫遐烧烟，烟真久，烟到天特别光的时阵，突然间，迄个上帝使者甲雅各讲，讲天特别光，我要离开，无爱去甲你烧烟。雅各唔肯啊。雅各甲伊冷调调，这个人
跟雅各讲你爱放，雅各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我唔放你去。所以后来这个人跟雅各讲什么？讲以后你的名要叫做以色列。安尼这个名是对上帝属者和雅各的，所以以色列是在表明什么？雅各甲上帝关系真特别，甚至会当甲上帝属者相应，甲上帝属者三争，伊嘛在表明什么？以色列人真荣耀的一人，因在讲因是以色列族的人，以色列人是在表明因是承受对雅各这个关系到底今仔日，因甲上帝关系是非常亲密。非常特别，亲密甲会当甲上帝相应，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荣耀。啊，当以色列人出世八日得受割礼，所以保罗伊真清楚地表明什么？伊的身份得是一个以色列人。啊，当这些人得讲来啊，以色列人，咱来掠这个保罗，因为伊怕垃圾圣殿，将圣殿的神圣。该误会啊，这是有差距的。保罗伊本身讲，伊是一个以色列人，伊阁是一个经学教师，阁是一个法利赛派，即、这个保守派出身，本身有即个背景啊。伊想来做即个代志，这是通讲对理性来想是非常无可能的事。所以咱会当通知影。在这有一个问题，就是真正在掠保罗的人，其实是借机会要掠保罗，不是保罗真正有做迄个代志。安尼，咱有这个了解，不，伊去互掠开的时阵，罗家这个度假有甲咱讲什么？讲圣殿的门谁关？请咱注意，迄阵伫圣殿的内面讲的水关，他毋是在讲圣殿的大门水关，应该是在讲迄个祭圣所的门水关开。啊，祭圣所无真正有这个门，有一个玻璃甲伊围掉的。啊，是迄个玻璃水放落来是安怎安尼？因为伫祭圣所的内面有一块祭坛，这个祭坛呢有四支角，传统上迄是在讲什么？那有任何受判死刑的人走入去摸到这个祭坛的四支角，伊就会当免去死刑。安尼，迄是一个赎罪祭坛，所以那有人脚手较紧，伊会当走去摸到迄个祭坛的角，袂当任何人，无论伊犯什么罪，拢会当得到赦免。所以。你要看圣殿的人拢计一家真好势，因为着无爱互保罗走去摸着迄个祭坛的角，因就赶紧将迄个圣殿祭圣所的门改关开，互保罗走袂入去。咱会当常知影，因其实的动机该直接就是安怎要互保罗死。唔过因为掠着保罗在改拍的时阵，有人走去甲耶路撒冷的罗马指挥官讲。讲哇，即马圣殿在大乱，指挥官一个来，犹太人无法度，因掠着的人来送予这个指挥官。啊，但指挥官就将保罗掠开，将保罗给掠起来时，保罗讲什么？伊看见众人遐济在喊话，啊，掠着指挥官的时，保罗甲指掠交予指挥官的时，保罗甲指挥官讲什么？敢会当用阮我甲我的同胞讲话？啊，这个指挥官听到保罗用希腊话、用希腊语甲伊讲，惊一下。伊讲哈，你会晓讲希腊语？其实咱知影保罗一个出世就是罗马公民，伊有受过真悬的希腊教育，所以伊当然会晓讲希腊语。这个官真着惊，伊才讲。啊！你唔是迄个在作乱的埃及人哦？安尼，这个圣经罗家报咱知影，伫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这个历史的事件真要紧。就是当时有一个埃及人，伊甲犹太人讲哦，来对我来，好、哦、对我起来反叛罗马人，我就是上帝差起来的使者，
吼、哦，恁若对我，即个罗马人无论外敖，对我，我拢有法度甲因拍退，甚至会乎什么？会乎由即个罗马的兵隆重来死去。所以，伊带即个百姓起大乱，开始伫攻击罗马兵的营区，无拍算罗马兵一个出阵的时，即个对伊哦。历史的记载讲什么？讲在迄个犹太人一个真出名的历史学家，叫 Joseph。这 Joseph 所写的历史的册内底，伊讲差不多有30,000的犹太人对伊来起作乱，结果去予罗马的总督带兵现场杀死600个，剩的拢赶去到伫甘那山走来避。安尼，伫当时有人走去避起来，啊，抓无着。啊！当即个伫耶路撒冷圣殿伫作乱的时阵，保罗头一个想到，就讲敢会当时带头作乱迄个埃及人，伊则讲啊，你要讲罗马话，讲希腊话，安尼换一句话讲，就是讲你毋是迄个袂晓讲希腊话的埃及人。啊，则伫遐开始对保罗有无共款的态度。刘伊兄弟姊妹，咱会当通知影一项，真正要传福音，真可能就会拄到即个灾难。保罗明明知，但是伊犹原返去，为着什么？要见证过活的耶稣，伊就伫圣殿受难。真欢迎，嘛真多谢你今仔日半时间来收看即个空中主日的节目，愿上帝听。甲稳定，甲你三甲地带，后礼拜同时间，咱会当来继续讲保罗受难的故事。再会。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